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大埔新达广场分行的 Angel， 今日会同大家去到新达广场睇一个两房单位。新达广场位于大埔南运路九号，是一个私人住宅项目，发展商是新鸿基地产，屋苑一共有六座，单位总数合共有1200伙，管理公司是康业服务有限公司，入伙日期为1991年的4月。屋苑位置靠近大埔墟火车站。楼下就是商场，由火车站和商场回家有几个升降机电梯大堂和扶手电梯，只需大约两分钟就到了。屋苑内建有有盖行人天桥，咁回家就不怕日晒雨淋啦。楼下的商场商店林立，购买日常用品、食肆、超市配套都一应俱全有齐。我哋今日睇嘅单位系位于六座嘅高层，实用面积465尺嘅两房单位。单位系两边厅嘅间隔，客饭厅分明。客厅位置够阔，有足够嘅空间可以摆放到梳化同电视柜，中间仲可以放多个茶几。饭厅位置设有对流窗，可放四人餐台。厨房可摆放雪柜，橱柜有足够的收纳空间。洗手间有窗，空气流通，预留了位置摆放洗衣机，是用企缸的。第一间睡房间隔方正，放到双人床和衣柜。第二间睡房同样放到双人床和衣柜。大家看完这个单位，如果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想预约看楼，或者有任何的查询，欢迎随时联络我啊。多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